我说这就是阳明山镇安宫，5年千岁。它的特点呢，就是这里有一座全台最大的寺庙公园。去里面参拜一下王爷之后，我们再去主题公园里面走走逛逛。公园里面很多景点，我会逛上1个小时。还要来这里的话，开车可以走。是转往78快速道路就可以到达这里，或是搭乘台西客运就可以到达这里。我看一下庙里面的主祀是5年千岁王爷，已经有300年的历史。它里面的信众也是蛮多的，除了5年千岁以外，还有祭拜观音菩萨跟三官大帝。我看这后面这边一座，哇，观音像相当是神圣庄严，哇，哦，这里还可以借发财金呢。我看一下那庙的四周，哇，也是很大型的庙宇，哇，哇，也是很多民众都来这边参观。之后这就是5年千岁公园。我进来里面参观一下，这就是它入口处啊。哇，听说里面那个前面的彩虹桥啊，哦，是全台湾最大的彩虹桥。我说里面呢，就是以那个神明为主题。前方这边是入口处啊，冬天的话是8点到4点，夏天8点到5点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哎呀，哎呀。哦，这边是条路。来，在里面参观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蒋公遗像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指示牌。2号。公园真的是很大啊，哇！4号，很少看到上水的巨大的观音像。还有多取子哦，哇！这左边那个彩虹桥，有多取子哦，跟那个台南水风小区蛮相像的。哦，这边个群仙洞。哇哦，这相当不错啊，这里。哇，哇，看一下这里相当不错啊，在这边参拜完神社之后，哦，来这里那个走走运动啊，哇，这相当不错。我看一下这里，哇，哇，左边那个是彩虹桥。左右很多的神明啊，雕像。我这感觉跟玄空法师蛮像的，不过这里面的比玄空法师大很多。爬楼梯上去看风景，是蛮不错的。哦，个瞭望台。瞭望台这里的话，风景相当不错。看到附近的风景。
拍手就对了。我听说里面有73个点呢，再到10个点。这里面真的是蛮用心的哦，哦，该这个我看也是花了不少精力。哇，这风景太棒了！哇，这个都是上上下下的，走出来是蛮不错的地方吧。右边一个凉亭，这个也算了。这个迷宫一样是吧？好像这是以迷宫为主题的，我这里就照它指示牌走就好了。27号，哇！算了，这边是凉亭的，让你走，对，休息一下。走了三分之一了，然后后面这边我等一下再绕到彩虹桥上面了。哦，把它全程走完。哇！哇，上上下下的，哇塞！再往31号那边，哇，前面一个水帘洞，哇，上面很多猴子。哇，这边叫睡军洞，哇，里面黑漆麻乌的，哇塞，绕出来，33号。到处都是奇石，哇！41号，就是要走这个桥上去，我们上去那个马那边了。我觉得应该就过彩虹桥。哇！他今天他刚刚上来马这里了，哇！很高点。哇龙，这是龙啊，这是龙。里面的布置真的是蛮用心的啦，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地方。哇，55号到出了，随便我。上这就是60，哇！啊，60这边就可以上到这个，升到这个彩虹桥，全台最大的。啊，走上去，哇！看一下这边的风景。啊，这最顶点了。
早上下下的话，哇，早上都只有运动到，哦，上上下下的话，也是流汗，哇，至少要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哇。哇，头上像一个龙船呢、啊！哇，哇，在往龙船出口，走最后一关了。哇，哇，前面这个是龙船，前面还会从水库，下面的地下道会通往龙船。哇，哇，就龙船下面。哇，出来这边就是那个龙船的那个头部。哇，哇，他们这边是龙船，哇，蛮不错的。我这边走完大概也是，快的话可能也要一个小时。是蛮不错的，来这边运动。哇，73，这边是最后的出口了。看下庙市之后是有一些卖吃的摊贩的，哦，如果逛完来这边吃一下小吃也是蛮不错的。哦，看一下这里，哦，是蛮不错的，哇，
一段心灵之旅，丰富你的心灵，忘却一切烦恼。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上视频到这边，感谢各位观看。